为了让埔里镇的社区以及艺文团体有展现成果的机会，埔里镇公所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都会举办做会啉咖啡的活动，让民众在周末夜晚喝着埔里在地生产的咖啡，享受埔里在地社区以及团体精彩的演出，让镇民周末夜晚能够更加精彩。假日的时候，晚上的时候，大家可以来仁爱公园这边很休闲的喝上一杯埔里的咖啡，同时悠哉悠哉的欣赏在地的这些表演。今天晚上由我带领了一个热火的一对表演，由我们李印章教官所指导的，这些姐妹都来自于各个领域。大家都是业余的，利用一点点的时间，最主要就是除了联谊之外，还有的就是锻炼身体哈。一般都是歌舞弹弹唱唱的，但是一对表演可以说是有别于一般的表演，让人家耳目一新。而为了宣导资源回收的重要性，埔里镇清洁队也特别结合咖啡时间，在现场举办环保回收宣导以及二手回收物品贩售推广的活动。队长桑玉君表示，希望借由镇长咖啡时间，让民众了解到目前政府推行资源回收政策的作为，借此希望大家一起来配合，让生活环境能够更好。我们今天利用镇长咖啡的时间，那配合我们的环保业务，我们做一些除了旧家具的回收之外，我们另外也有布料的回收，那制作一些相当不错的成品。那另外我们也做一些资源回收宣导，民众有回收的纸、电池、那书本，然后都可以来我们现场来换取一些洗碗巾。那镇长对这方面也特别重视，所以我们每个月第一个礼拜的星期六，我们都会来这里摆摊。那希望各位民众可以踊跃的利用。副理长潘玉泉肯定埔里镇公所的用心，也邀请民众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有时间也能够来到仁爱公园看表演，品尝一杯在地生产的咖啡。记者陈维一埔里采访报道。